左边。很惊喜，因为我觉得每一次它的 reopen 里面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艺术品，可以让我们进店里的时候有很多新的感受。尤其我觉得今天最特别的是张杰设计的箱子也会在里面，所以我非常的期待看到它的本尊。今天这一身好像还蛮有个性的。对，就是想要利落一点，因为其实我蛮喜欢这一次2018早春的服饰，我觉得它是结合了一些武士的精神，但是它又有一些女生细致的线条在里面。谢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看了哪些啊？其实我自己非常喜欢时尚秀，我觉得在里面都可以看到很多不同设计师想要传达给大家的一些细节，尤其当你可以亲眼看见，就是撇除嗨，对这些像这种生活的东西，我觉得就是你在时装秀上面会看到的，就是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可以去看秀最幸福的地方。每阿伯都真想要看你风采。对，但阿伯好冷静，就走过去。所以除了秀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东西在忙？最近在忙或哦，之前就是刚忙完电影的宣传，然后也刚从釜山回来嘛，然后现在呢除了时尚的活动之外，其实就是安静的当一个演员，然后现在就开始看剧本，然后让自己在前置的状态。今天有准备其实昨天才去逛过店，然后因为我觉得每一家店都会有一些不同的东西会出现，所以今天蛮期待会不会看到一些昨天没有看过的单品。谢谢。